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现在这个大海呀刚刚开始退潮，走吧，咱们一起去赶海捞。这刚到海边呀，在这里啊捡到两个小铁头蟹，咱们还抱一起了。这种螃蟹它长不大啊，就这个品种。这里被海浪推出来的一个浮球，长满了好多这样的海菜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啊。这个海菜，哇塞，这里又来了个小花蛋蟹啊。这种螃蟹啊握沙子的速度啊非常的快啊，路过的老铁啊给点双击呗。又来了个小河豚鱼，喜欢户外的朋友啊，咱们一会赶海带你玩喽。